OK, 不要哭。快，第一次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次当爸爸，好紧张，一切都要学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，谁要救救我呢？爸爸，奶爸出任务，放松一轮最好玩。朋友啊，好食甲目睭大汤啦！你也看嘛呀？我跟你讲，这叫凤梨啊，对不对？凤梨，不是那个凤梨哦，凤螺啦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凤梨，天哪！我快没有气了。不是独特不品尝，内行美食大曝光。你看蛙味看起来是整碗是白色，这个不要。里面的是跟有一点像那个霸王一样，对，它卤的酱汁完全都进入那个瘦肉里面，也不会死咸的感觉，太正点了啦！我的妈呀！这是比你的脚还更大哎！这个海鲜真的是不得了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呢是苹果肉桂，好香，香哦！当新手爸爸遇上神级奶爸阿 Ben， 经验老道的他将带吴凤来乐活之旅。彰化出生的阿 Ben 对这里的美食可是相当的了解，今日不私藏，要带大家逛完所有私房景点。看到没有？哇哦！出来玩呢，就是要全身的装扮，就是要这个样子。好敬业哦！我知道你刚刚才当爸爸嘛，对不对？一定很紧张。我今天带你来彰化呢，就是要放松你的心情。我其实完全不紧张，但是我有点，你看这么多朋友，怎么就交给他们呢？不用担心嘛，有我在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三胎了，我有三胎的经验嘛，哇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先到处逛逛，好啊。然后我让你一下放松一下心情，然后让你回到家之后呢，可以面对你的老婆，面对你的女儿，笑嘻嘻的，这样子他们才会有幸福的感觉。老手就是不一样，一出场果然气势非凡，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，准备好跟着阿 Ben 见识一下大场面。哇塞，这个早餐店怎么搞得好像大抢购的场景啊？哎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一大早，好不好？现在早上6点钟，为什么那么早起床呢？哎，起床了啦，上班了啦。不好意思，8点。再打电话给我。什么八点就打给你，早就卖完了啦。什么卖完了啦？要介绍什么东西要卖完？当然要介绍，来看一下。来，乡民立券不要拍，神秘蛙柜大曝光。太夸张了，我不要拍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真的啊，蛙柜了，坏了啦。蛙柜这跟蛙柜不一样。这个在那里？就在前面。在。一堆人在排队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呼！再不过去就没有蛙柜可以吃了。破例，赶快！这边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？对啊，我们这么早。这么早。阿姨，老赵，问你啊，那这个蛙柜跟鸡蛋蛙柜有什么不一样？太早了啦！太早了，没有办法，等一下就没有了。等一下就没有了？怎么可能啊？7点就没有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所以直到早上7点，他就全部卖光光了。观众朋友们。很奇怪，你们看一下哦，不开玩笑，我没有蒙哦。你看，现在是早上哦，凌晨6点25分。嗯，我们刚到了，他们说7点就没了，太夸张，真的太夸张了。这间神秘蛙柜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来摆了，每天只卖700碗，还不是天天都卖，难怪网友力劝不要拍，这样下去可能要更早就出来排队喽。不过秉着柯南的精神，不挖掘出来就太对不起观众。吴凤，你快去问问好吃的秘密在哪里。我们可以，开一个来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先弄，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？蛙柜是有点咖啡色的颜色嘛？你看蛙柜看起来是整碗是白色的，偏白。
对，这个是瓦柜吗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这么摆？对呀、啊，瓦柜有不能杯呀。啊，对伊无共性的，因就是掺白起来个啊。哦，所以咖啡色的那个加酱油，加酱油，来加酱油，来拍来再变色啊。对哦，哎呀，我再来见妈妈。那纯米的就不一样了，纯米，纯米的就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先看看里面的料到底有什么料。还有，里面都是肉哦。对，什么都有。不是，瓦柜不是这样子，瓦柜里面没有这么多肉啊。哎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这样。大家看，那好像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要，里面的这个有点像那个霸王的，对，它里面的肉呢，就是有点像霸王的感觉。哎，被磨了呢。哎，看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招牌就是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以后大家如果经过看到这样子，就不要再来问了，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明日请早，先生，不要哭。不要哭，没有关系，明天再来。想吃你吃一口，赶快吃！你看，现在大哥也在旁边吃，大哥你有看上？好吃不？好吃，好吃哦。没了，真的没了，那种没吃到的感觉，哥懂。因为我也是看着荧幕在流口水，看这层层叠起的碗有多壮观。老板说他们好吃的秘诀其实就在于酱汁，用蒜头酱油去特调，甜甜咸咸的味道，淋上 Q 弹白嫩的外皮，实在诱人。不多说了，老板已经帮我们留好两碗在等啦。来到这里非常的就是很舒服啊，简单舒服随和啊，买到了就在这边吃就对了，很棒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一下，来喽，哦哦哦哦哦，你们看这个，跟这个砖石一样哎，真的跟一般我们吃到龙蛙柜真的不一样哎，完全不一样。它这个肉，它这个肉丸，真的就是像霸丸的那个里面的肉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要吃一下肉的感觉啊！好的，这个肉哦，你们在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声音还蛮扎实哦。哎，重点是它这个肉啊，已经有事先腌过了，嗯，就味道都在里面，它也不用任何的调味料，除非你要加这些酱油啊，这些调味料进去都 OK 的。难怪你要单吃也好吃。纯米的那个瓦柜，对，是甜甜的哦。哎，它那个米啊。吃起来是很扎实的感觉，不会说你在外面吃蛙龟那种闪闪的，就是很对绵密，对不对？不要绵密，不要绵密的感觉，很绵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有这个，还有汤，我们还有汤。确定免费吗？免费。这个是白萝卜吧？是不是？白萝卜。哎，白萝卜不是一个两个哎，免费。但是你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都是哎，我来这边吃啊，我喜欢这样子吃。你还没有醒过来的感觉哦。哎，这样不行，真的不可能吧？真的就是要加酱汁。再行啊，来，再来，你跳来走，有没有？整个白萝卜真的是新鲜，好喝，好吃哦，真的太好吃了，非常好吃。我现在刚刚就是差不多吃加一点那个，吃完一碗还是可以吃很多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没了。没了，就是如此抢手，所以在吃的时候才要细细品尝。里头的肉馅几乎都是瘦肉，却不会有干硬的口感，又加上有事先腌过，跟酱汁更搭了。最后再来碗每天现熬的萝卜汤。老板说，内行人喝法是在里头放上一点特调的酱汁，搅上后又是不同的风味。早起排队果然是正确的。这样还不够，阿Ben说还有一样是彰化人不可或缺的美食，没吃到等于没来过彰化，有这么严重哦？好了，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的厉害哦。来，我们看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彰化第一把交椅，黑金石饭。看得懂吗？黑金吃饭，对，黑金，哎，知道。黑金是什么？黑 ，black 嘛。black 对。金就是 gold 嘛。gold 对。black 是什么？黑嘛。黑。煤炭嘛，挖在那个矿里面挖黑炭出来，卖掉，切什么？黄金，黄金的金，黑的黑，就是木炭呐。搞错了吗？搞错。
大错特错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我们进去里面看，我们进去里面看。哎、欸，新老板，哎、欸、你好，哎、欸、新老板，好久不见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今天带我朋友吴凤来啊，是，对对对，他想说哈、哦，来这边见识一下黑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哦，黑金啊、哦，黑金这是很特别的东西。黑金呢？对对对，黑金哦，黑金黑金黑金，黑金不是说今天是那个很偏的那种黑金哦，是的。就在我们店来讲，算是一个镇店之宝。哎呦，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、啊，我们有这个容器可以看一下吗？哎，好，因为今天是你们来，所以我特殊破例让你们看一下。真假的？谢老板，就是这个。什么？对，本子的。我手搓起来，你给我的是一个石头吗？对，我们控了好，就是来自于这个石头。我真的有点不懂，他说石头23年啊，你是说空肉，他也说黑金，到底我们在这里要吃什么东西呢？空肉饭，空肉饭。那这些给我们空肉跟石头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好吃的空肉是从这个石头压榨出来。有没有听到两个重点字？就是压榨。据说这颗石头是从白色鹅卵石卤到变黑金，其中的学问竟是为了让锅里的控肉受热均匀。至于怎么个压榨法，就靠你们去挖喽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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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姐，空吧。哇塞！哇塞！厉害！我对这个空肉的了解算还蛮多的，因为我老婆是彰化人。对，给大家看，真正的彰化的空肉一定要用这个竹签炸进去，是不是这个？但是那个 logo 啊，因为呢，为什么这个空肉要插这个竹签呢？就是因为他怕它卤得太烂，卤得太软，软的话它就会整个散掉。那这个石头是要怎么压下去？哎，再放上去，的话，它就不见了，它会沉下去。哪个？是空肉知道，也吃过，对，石头知道，知道，也看过，但是这个关系，这个 connection 我还不懂，还不懂是不是，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东西、啊？好 ，OK， 既然你想要知道哈，我今天破例，破例就对了，是什么样的神秘煮法即将公开？彰化最独特，吃到让你傻眼。不懂是不是，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东西、啊？好 ，OK。既然你想要知道哈，我今天破例。破例就对了，还是不行。就说是镇店之宝啦，怎么能够随便公开？有看到这块黑金石的庐山真面目，已经很佛心了。咱们还是好好的品尝成果就好。是说控肉饭在彰化人心中就跟 Seven Eleven 一样，想吃24小时都有。究竟这压榨过的控肉跟别的地方有何不一样？赶紧来品尝喽！接下来就要享受我们的黑金石饭了，哎，正点了，正点了。现在知道了，黑金石饭就是这个哦。对，好吧。像我吃的习惯呢，我都会先把这个先把它拿起来，我还是会先把它拿起来这样吃哦。有没有？你看，马上掉下来了，非常的嫩，你看这个。而且你看，如果真的没有这个竹签的话，一定会散的，全部都是。我平常吃控肉饭，我是很不喜欢吃肥肉的。但是它这个肥肉啊，肥而不油不腻，这个不爽，而且还甜甜的。然后你这样子嘴巴抿一抿，它还有胶质在，它卤的酱汁完全都进去那个瘦肉里面，也不会死咸的感觉，太正点了啦！太好吃了！妈呀，你看刀刚这么多的纸在里面，都不觉得是很油腻。然后我在吃的时候，那个非常的香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有一天我吃火爆就是火爆粉的时候，我吃的很帅。老婆看到我在这样子经过的时候，她看到，哇哟，这个男生吃空肉饭吃得这么帅，就爱上我了，我们就结婚了。我好想看看你吃空肉饭是不是很帅的样子哎。要很帅。哦，在沉思刚刚那个味道。Oh my god！ 哦耶！我跟你讲哎，
朋友啊，好食甲目睭大汤啦，你也看卖啊！我跟你讲，这看卖要让人傻眼了。这控肉用的是猪后腿肉，经过穿烫后去肥油整形，串成约四两的分量，再进冰箱冷藏，透过热胀冷缩的道理把肉的鲜味锁住，不加腌料，隔天直接进卤锅，一冷一热控出浓郁清甜的肉香，配上旁边的腌萝卜，又多了一种层次感。阿Ben说，吃饭怎能不配汤，接下来这汤可厉害呢。好，在那边吃控肉饭呢，不能只吃控肉饭，我们还要配汤，还有，知道吗？来来来，像我这一碗虾丸汤，看到没有？你还可以看到红色的虾仁在里面哦，是哎，整颗的虾仁在里面哦。哇！我先试试看，我先试试看。我的妈呀！哇塞，就这么厉害吗？很鲜呐，鲜鲜的，我喜欢。而且它是整只虾在里面。像大颗那一种，对，哎、欸，我也要喝虾仁汤，对不对？虾仁汤，太正了。虾丸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是虾丸汤，对啊，我的是不一样，是蛤蟆吧？是蛤蟆汤，对对对，蛤蟆汤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哎、欸，这个蛤蟆汤是经典的。怎么说？就是因为虾丸汤卖完了之后才卖蛤蟆汤。不是啦。这个蛤蟆汤哦，跟这个虾丸汤哦，全部都是用这个蛤蟆汤的精髓下去煮的，你懂我意思了吗？所以这精华都在这个里面。我懂了啦，懂吧？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清甜，而且老板很用心。嗯，有一些蛤蟆汤哦，他还带壳，那个时候你要自己处理。对，而且有一些蛤蟆汤哦，不开玩笑，你在挖，什么都有。就没有蛤蟆，狼客啊！你看这个，狼客啊！你也看买啊，狼客啊！你看这个，他真的没有在怕你吃蛤蟆的，非常的好。老板每天用15斤的蛤炼一锅汤，一天可以用掉120斤，剩下的蛤蟆是店内蚵仔卖完时才会出现的隐藏版汤品，也可以加入虾肉丸子，既可以吃到蛤，也可以吃到虾肉丸，双重享受，实在好吃哎。最近呢，我天天在月子中心陪我的老婆，但是有时候完全不知道要到底要做什么，最好一定要问阿扁，到底月子中心要做什么，让我们不觉得无聊。阿扁，请问。哇哦！这一阵在月子中心哦，不是麻油鸡啊，哦，就是四物鸡啊，猪肝汤啊，我哪有机会吃这个？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吃这么多的肉的话，你的奶会比老婆的奶还更多哎。哇，厉害啦！天后宫哦，今天来天后宫要干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对不对？嗯，因为你刚刚老奶爸没多久，是压力一定很大，很大很大，对不对？非常大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带你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叫什么？对，就是要吹。吹。对。什么靠吹的玩法？这在搞啥呀？产地直送海鲜，好吃到喷鼻血。这叫吹什么？吹糖。哇塞，吹糖来我们的节目。吹糖不是水糖，吹糖。对，来了，来了，观众朋友们，就是吹糖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吹糖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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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吹糖吗？不是啦，你这不是水糖。啊，就在这里。什么？他就在这里吹了，他在吹，就在这里吹。大哥，你会吹吗？你好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的啊、哦。是。今天要吹的呢，就叫吹糖，厉害的吧？吹糖。对。可是这个是有点像是在国外我们做的那种糖果那种 candy 的做法吗？哦，对，有点像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可是它是用吹的哦。我们看一下，老鼠、水牛、老虎、恐龙、大象、猫咪、金鱼，这么复杂的呢？好，那我先走了哈，你慢慢吹。不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简单吧，我一个不知道的。对。那我们选好不好？看起来很难呢。木膜，很简单。哦，有膜，对不对？对。
那我来选一个恐龙好了，因为我大儿子最喜欢恐龙。恐龙，对，我们看看什么龙。很简单，很简单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恐龙看起来听起来就觉得很难呢。是啊，很简，有模子就简单多了。大一点喽。哇塞！好了吗？哇！一模一样。暴龙。对对对，暴龙，对对对。哎，黄火龙。好。我的女儿很喜欢养，我要养。但是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好的，哇，哎，它有那个脚哎，还有那个羊角，塌掉，塌掉，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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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越吹越胖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越胖越好，我要让它变成一头牛，想变成牛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到这边是恐龙一样哎，你看你的恐龙多小，你看观众朋友，你看我吹到变成恐龙。哎，哇咖喱公，可是太夕阳了，变愤怒鸟了，真的哎。吴凤，别闹了啦，人家这个技术可是全台硕果仅存的，看似简单，其实麦芽糖事前塑形才是重点，需要依当天的湿度等状况决定煮麦芽糖的火候，掌控不易。有机会来到鹿港的朋友，一定要来体验看看。我也没有想到八月二号，1980，8月2号，1979，对，好强哦！呀，你看我爸爸多准，是为了你弄的，不过就是一个天命，为了我弄，搞了，你怎么好意思？好像我们结婚的感觉哦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好了吗？接下来，我们要挑战什么任务呢？不知道哦，来直接试试看，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哇塞，天哪，好多英文字 ，Royal Noble， Gorgeous， European Luxurious， 还有 Magnificent， 阿扁这么多英文的形容词是为了什么东西呢？哇！下面好一行，哇 ，barbecue， 嘿 ，barbecue， 你要推去哪里啊？你要推去哪里？我推出演艺圈。你想不想吃？有啊，你不要吗？我当然想吃。不行。啊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如果要想要吃这些我们的海鲜大肉的话。要先 PK， 哎呦，要怎么 要怎么个 PK 法呢？只要先走出我们的迷宫，就可以吃到海鲜大物。你觉得有没有紧张的感觉？我已经开始冒汗了。不用怕。什么？吃美食还要先 PK？ 看似欧式建筑的庄园里，竟隐藏着 BBQ， 你相信吗？据说这里可是现在最夯的热门景点，占地500多坪的迷宫，两人就要在这决一死战，到底谁能吃到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Lady Go！ Polic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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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问题，我不怕。OK， 好啊，好啊，看看 ，Go， 我们看看，反正我们都不知道嘛。不是大人，他的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还是稍微会扛得到，但是没有绝对没办法。喂喂，可怜的吴凤输了啦！这用绿篱笆做成的大迷宫，有时小朋友甚至比大人还会玩呢。接下来，赢家可以好好来享受烤台上垂涎欲滴的海鲜大物喽！哇，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刚刚为什么要跑得那么认真呢？那么多，那么多新鲜的海鲜，你要叫我一个人怎么刻得完啊？兄弟，有流口水了吗？哼，有流口水了吗？哼，有流口水了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在迷宫里面，我迷路了吧？
现在在这里，这么多的海鲜里面又迷路了，又迷路了。哦哟，傻眼了，你看。不要说兄弟对你不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分担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分享这些美食。哎呦，你甲看卖啊！哎呦 ，What is this？ 海熊虾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真的比我的脸还要大哎！我的妈呀，比你的脚还更大哎！你看它的那个颜色，天哪！我靠，都是用碳烤的味道，所以呢？它的小海豚尾都还锁在里面，这的海鲜真的是不得了。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，这个颜色完全没有干掉，好像在喝那种汁的味道，果汁的感觉，一吸进去里面的那个汁，天哪！哇，那是那个，可是我很怕这次一吃下去哦，第四个 baby， 第四胎很快就出来，有可能吗？因为我很爱吃生蚝啊，要小心哦。哦，你看这个，我看这个哦。哎，五七年，新鲜，真的新鲜，真的新鲜。在台湾哦，吃过这么多的海鲜，再补一个，再补一个。这些海鲜真的会让人流鼻血，我跟你讲。阿边，这些都真的让人流鼻血，真的。你在干嘛？真的让人流鼻血，我真的有可能哦。怎么了吗？流鼻血了？什么？出来，整个流鼻血。我流鼻血了吗？主厨每天请柯农从嘉义送鲜柯来，以及新鲜的渔获，让游客品尝雄奇的料理。下午还可以边看夕阳，整个庄园有2000多坪大，有细沙地跟一大片草地可以奔跑踢球，草地两旁还有一条落羽松步道。这里的浪漫造景可是婚纱的取景圣地，记得假日来的时候一定要先预约才能入园哦。一天只限1000人，在这里不知不觉就能消磨大半天时光呢。阿Ben，想问你一个关于女儿的事情哦，因为你是爸爸嘛。是。有一天哦，你的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想要介绍给你，但是那个男生哦，你不太喜欢。”哦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是觉得哦，看一个男人不应该看他的外表，对不对？要看他的内在，看他的内心。所以呢，你的意思说雨林哥也可以吗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同样的状况发生在你身上，那你会怎么办？我一定会尊重我女儿的意愿。什么医院了啦？我送你去医院呢。哎呀，白花油，如果你敢带沈玉玲回来给我看的话，你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我们又有一个奶爸出任务了，还有一个，对 ，OK， 有问题吗？完全没有问题了。一二三哦，哎呦，爆汁多到要用吸管插着喝，所以我们要吸它还是我们要吃它？一半一半，我们要用吸管来吃它。吸管用吃它，没有错。到底是什么美食只能用吸管吃？独家揭秘，让你赞声连连的美味。来，就是这一家了，这里。对，哥，进来看一看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还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个叫啊，那个汤包，小笼包啊。来，吴凤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现包现做。喂，旁边有吗？不一样啊。不一样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里面的料跟以往的汤包不一样？看一下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，不一样啊。你看到这一块，一小块的，一小块一小块，像肉像果冻的地方有没有？对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用大量的大骨跟下去烤的。现在知道了，哎，大姐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以前看过这个做法。他们弄的就是肉嘛，新鲜的肉之类的，还有其他的食材。对。但是这个果冻，绝对是第一次
你把它拿在手上，让它溶解之后非常的黏，完全都是胶质。很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哎，而且很香。矮玉，矮玉，很香。矮玉，哦。阿玉，我没有说阿姨啊，我没有说阿姨，我锅里面有什么烂东西？阿姨，阿姨，不管是爱玉还是阿姨，这个琥珀色的果冻就是这间汤包的重要成员。跟其他家汤包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包的方式，一般都会跟煮肉和葱合在一起再包，在这里这三者是会分开进行，为了就是要拿捏好比例，以确保每一颗的口感都是一致。不过到底要怎么用吸管来吃汤包，实在太令人好奇啦。小凤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，在这家店里面呢，他桌上居然没有摆筷子，他摆的是吸管。对，哎，厉害了吧？对呀。所以呢，他就是真的要用吸管来吃。不会吧，我以为你在开玩笑的。典型的荷包。对啊，来喝喝看，喝喝看。哇，好，哎，涛哥，这样子荷包不对呀。我先示范一份给你看。好，我看。怎么用吸管吃？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哦哦。真的很会吸的样子啊，吸不完的，绝对是吸不完的。高雄有吸不完，彰化有吸不完，你看，吸不完的。你吸的太短了，哎呦，我要吸长一点。你嫌我短 ？Come on， come on， 我真的很会吸哦。丹姐嘞。我真的要吸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哇！你的眉心有一个葱花，来来来来来，吸吸吸，还在吸，还在吸，还在吸，来来，还没有到哎，还没有到。观众，我有第一次吸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哇塞，吸到别成这种。还有啊，里面还有啊，真的很多，吸完啊。天哪，我还没有气呢。身为一个专业的爱玩客，随身携带吸管是很正常的。但吴凤，你的也太华丽了吧？不过这汤包的汤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换个方式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些。你看看汤汁有多少？我跟你讲，哎哎嘞，哦哦哦，安尼有哦，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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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柠檬汁一样诶，安尼。还有汤啊，你看，还有啦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啦，那个可以还可以喝啊，哦，离谱了哦，汤汤汤哎，而且啊，我发现这个汤包啊，你不用加任何的酱汁，哎对耶，因为它里面本身就有一点胡椒的一点葱味，一点辣味，够了，够了。已经够了，然后再加上它的猪肉，然后就跟它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还有那个葱，就是吃原味就对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在嘴巴里面爆出来的感觉？我看看喽，咬的时候不开玩笑，它的皮哦，爆炸，好像在嘴巴里面有一个人在。打一圈的感觉，因为最崩起来，先胡椒粉出来，然后呢，它的汤汁，来里面的食材跟那个新鲜的肉融合在一起，咬下去，在嘴巴里面留下还是那个甜甜的感觉，非常的甜，非常的滋味，真的是很屌，厉害。爆浆撒尿牛丸大家都知道，这爆浆汤包的状况就跟电影一样，要小心会喷出来的。猪大骨熬出来的胶质，慢慢扎实的猪肉内馅，光是食材本身就已经很够味，不需要其他的蘸酱来打乱这属于汤包的独特美味。想要品尝爆浆的滋味，只要到秀传医院的转角，你就会发现这汤包咯。阿炳，想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也知道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比，对，你的老婆现在在月子中心，她有没有觉得生气还是担心的一种感觉？生什么气？古人有一句话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对不对？
男生呢在外面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我交钱回家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外面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要乖乖的在家里，我们要赚钱，对不对？要听我们的话啊，把家里顾好，小孩子顾好，这样就好了嘛。认同。好，好老婆哦，我准时回家。哎，老婆，你在干嘛呀？对呀，现在是休息时间呐，你辛苦了，辛苦了吼。我在外面，我在外面也很辛苦，不辛苦，我在外面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哦。要记得哦，帮我清白花油，还有白开水一下。嗯嗯嗯。我今天要带你来这家店呢，是一间很特别的披萨店。多特别呢？多特别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啊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全台首创 Hello Kitty 披萨啊啊！怎么样？知道了啦。怎么样？这个主题曲的餐厅嘛，因为很多日本啊，其他的国家也有那种 Hello Kitty 啊，变形金刚啊，里面就非常的豪华。你真的是太肤浅了，不是？不是吗？为什么不行？这一间就已经讲说是全台首创 Hello Kitty 披萨。对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们的披萨可以做成 Hello Kitty 的形状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走啊！来，用跳的哦，没问题。来，一二三，你怎么会多抱一个 baby 出来啊？我发誓，他不是我的 baby， 我的 baby 没有那么大。哎，不要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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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赶快还给妈妈，赶快还给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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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！哦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！哦，吓到了啦！都是你啦，把这个小朋友吓到了。哇塞啊，拜谢啊！好了，那这个做 Hello Kitty 的披萨呢，就在里面了。好，我们就进去看看。马上，走走。老板，嗯，奇怪哦，口感好像是在开道的感觉，绝对是我们在台湾看过最好吃的 Hello Kitty， 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过嘛。什么样的披萨让吴凤傻眼呢？老板，你是哦 Hello Kitty 的粉丝，不是吗？粉丝啊，哦，粉丝，粉丝啊，粉丝，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什么做呢？来，我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可是 Hello Kitty 不容易做吧？它这不是那种圆的，它是四方形的。对啊，而且它是有弧度的、啊。对啊，有一些那个耳朵啊。耳朵啊。一般的做法是也是这样嘛，圆圆的开始。对。而且呢，它的那个薄皮是比较那个薄皮嘛。一样是圆的，这样子到底怎么变成 Hello Kitty？ 在变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变我的干，都是圆的。对啊。然后画画啊。哇。要怎么画？哎呦，所以现在是用割的方式吗？先画个大概出来。先画个大概。对，观众评语，你们看他的耳朵出来了哦。有没有耳朵？高手就是高手，只要经过秘鲁老板的双手，面团就可以摇身一变，变成他想要的造型。这个超人气的卡通猫造型披萨，只是老板无心插柳柳成枝，私底下做好玩的，没想到居然一做就大受好评。大家现在可能还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只要经过咬烤之后，就会发现实在是太卡哇伊喽！哇，出来了！哎呦！哇哦 ，Hello Kitty 在哪里？我们的 Hello Kitty 在那里。现在看起来还是 Goodbye Kitty 呀、啊，还是 Goodbye Kitty 吗？对啊，我叫他出来。好好好，我们在等哦。奇怪哦，好像在开刀的感觉，你看是非常的细耶。现在放的是番茄嘛，哈。对，这它的蝴蝶结是那个、啊。那这个黑色的嘞？黑橄榄。黑橄榄，都是健康的。啊，哎呦，现在就像了。对啦，胡须是用什么做的？可乐叶，太有幸了，而且每一个材料都要一个一个摆上去，每天不搞钢的呢，它好玩就好玩，绝对是我们在台湾看过最好吃的 Hello Kitty， 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讲过嘛，这不是什么 Hello Kitty 主题餐厅，这真的是 Hello Kitty 的披萨嘛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让人打开眼睛。这么可爱的披萨，光是在吃之前就不知道杀光了多少的相机记忆卡。除了卡通猫之外，店内另一款太阳花造型披萨也是相当的吸睛。更吸睛的是，老板用料超实在，超大颗的干贝不怕你吃，一颗一颗的狂摆上去啊！
哇，厉害了吧？太厉害了！我们先吃干贝的好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出来就是要放松嘛！天哪，我现在知道奶爸喜欢什么，放松就是这个。对，哦，这个感觉不错哦。而且它这个皮，你看，切那个皮的味，皮的那个声音碎碎的，这个一定要的。哇，好，先吃这一片。哇，这第一次看到这个披萨的上面有这种干贝，有干贝，哇塞，不用了，厉害，不得了！你们看这个哦，这一片平均都两块大干贝，真的太夸张了哦。天哪，我的妈呀，你看你现在这个 homemade 哥， oh my god， 他的蒙古肉离棒的披萨至少有两倍， cheese 也是两倍多，他的满足感也是两倍，他边边脆脆的地方吃起来烤烤的，哦，那个好，表示说他里面的火候掌握的刚刚好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吃一下那个干贝啊，哦，不得了哦，天哪，好鲜啊，好强！来，再来换上一个，这个，好，看到这里，我帮你，我弄一个小的哦，好，小可以吗？对，为了我们同月同日生日，耶！来，我们来干披萨，干披萨，来一起干，一起干，这里面的馅料啊，南瓜跟咸蛋黄，绝配耶！我没有想到南瓜跟咸蛋黄会那么配耶，不是完全其实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完全其实啊，这两个东西配得在一起吗？它配得在一起，真假的？南瓜搭配咸蛋的内馅，由起司从中撮合，让原本的冲突感消失，反而提升了南瓜的甜以及咸蛋的香，完全打中了两位奶爸的胃。另一个铺满干贝的海鲜披萨，每一颗干贝烤得刚刚好，披萨吸附了海鲜的鲜，会让人吃不腻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一个，你猜猜看这是什么口味？萝卜本口味的披萨，不用摔到萝卜本，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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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老板，你真的很有创意。错，什么错一样哎？这不是萝卜本披萨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呢是苹果肉桂 ，apple pie， 对，吃起来就像 apple pie 一样，嗯，好香，好香哦，而且它里面还有放坚果，核桃哎，核桃的，核桃。跟那咬起来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哎，而且我看这里的那个菜单，天哪，差不多接近20几口味的，你看，你看，天哪，超级多，而且随时都有售完哦，卖完就没有了。这窑烤披萨不止造型取胜，口味也让很多人一吃就离不开的原因，超多口味，不怕你吃腻，只怕你离不开这味哦。对了，特殊的造型披萨因为制作费时，如果假日客人太多，老板就无法帮大家制作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喽。奶爸出任务，乐活彰化行首次曝光了超秒杀的在地早餐，还有那必吃的神奇控肉饭，一些你想都想不到，原来这样搭才是最好吃的创意料理，还有那必玩必体验的旅点，不管你是不是奶爸，就应该要这样玩才对嘛！来来来来，试一下，我们看看。哇塞，没什么，里面没什么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叉烧包，叉烧包，哎，那个，对对，刀给。它是叉烧包了，不是叉烧包。不是，我说的是金叉包，不能说金叉包，叉烧包，不能打叉烧包吗？对啊。这叫凤梨啊，凤梨，不是那个凤梨哦，凤螺啦。我跟你讲，这种凤梨，嘿，凤梨啦。你要搬到去哪里？你要把妈带去哪里啊？这边。